奶爸带娃这种女人看了伤心，男人看了落泪的神操作，邓超跟陈赫倒是玩得不亦乐乎。邓超给小花妹妹拍虎照，还在身上涂鸦，陈赫似乎更搞笑，跪地抱安安大腿，似乎很绝望。哄不好孩子怎么办？陈赫想到一个好办法，对着女儿唱邓超的歌。安安和汪星人都惊呆了不说，陈痴痴自己都笑场了。请问你是在哄孩子，还是在想超哥啊？英雄自得为你唱着这首拉颂，小小的魔镜让爱转动，爱你心中也没有用。哦哦哦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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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此刻为你高唱这首拉颂。陈赫邓超用生命诠释了一个主题，孩子如果不是用来玩的，那将毫无意义。目测张子萱正在提刀赶回家的路上。